在这里，我要重申强调的是，鲜滨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。8月25日，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和一再劝阻，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鲜滨礁附近海域，并以危险的方式故意冲撞现场执法的中方海警船，造成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的责任完全在菲方。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，立即撤走有关的船只。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，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。